你过来点。怎么了？你给我挡挡风。给你讲个恐怖故事吧。不用。在这待这么久，都说点什么都无聊。我不无聊啊。承诺，你要是真的今天傻了，我不会不管你的，真的。我就给你拴个绳儿呗，你就在我边上待着，我卖瓜，你耍皮，我烧烤，你扇火，我会把我满满的爱都分给你。不喝还是算了吧，嗯。说法叫风头水尾，他们认为风和水都是活的，水在这个地方断流干涸，说明到了水尾，而哪里的风最肆虐，哪里就是风头。咱们可能是看到风头了。我还是头一次见到风头眼睁睁的长大了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怪山又出现了。咱们又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吗？那走。去哪儿啊？找火爸尸体。小行吗？走好。砰！背我。咱们去跟踪，我背你。不去拉倒。等等我，脚印看不清楚，灰爸他们应该走了一阵。等我一下。
你玩过极限运动？啊？我刚刚看你咻一下就上去了，利落得很。玩过一段时间跑酷，下次要编瞎话，麻烦啊！记住自己之前胡扯的，省得被人揭穿。一天夜里，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跟踪一队人，男的走得快，女的走得慢，跟在后面。突然，间，那个女的被什么东西给拖走了，但男的不知道啊，还一直往前跟着。其实，在那个男人身后，一直有一个人。他以为就是那个女人，其实不是。手。来。手。这个地方怪事那么多，你要是突然被什么东西拽走，我来不及。走。你说到手，我就想起来。那个男人一直拉着女人的手，亲热的手。啊！谁？等等，他好像是会巴那边掌勺那个人。就是给我们摊煎饼煮羊汤的那个掌勺的，对，昨天晚上吓跑了，他好像吓傻了，还挺能耐啊，还知道摸着回来。他在干什么？打伞。你为什么要打伞啊？有没有下雨？下沙子，都埋起来了，不打伞会被埋掉的。谁埋了？呸！他回去过棺材那儿。怎么埋的？下沙子，一条线。那棺材呢？你跟着我去拿绳子，跑了就麻烦了。埋！哎，你怎么着，哄他睡觉啊？不是你，至少你。行，挺好。慢着，慢着。他散掉了。行，你打。